如果我是个海怪，我会藏在哪儿呢？他有八个头呢，那他肯定很聪明。那里看起来像个藏身的好地方。我去看看那边的岩石。逮到你了！那么大一个八头海怪，怎么突然就消失在了坚硬的岩石里？海底小纵队在这儿。队长，怎么了？看，呱唧，这就是你地图上的金瓶子，拍出来的照片一定很美。好的，伙伴们，不过别靠得太近了。队长，海怪可能就藏在金瓶子后面呢。哦不，那我就小心地把它取出来吧。往这边一点，往下一点。拿到了。那儿没有怪兽。后退，我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怪兽。海怪肯定没法藏进去。那海怪到底在哪儿呢？这地图太没用了，没用。皮衣裳，我们可能遇到最糟的情况了。最糟的就是这里没有海怪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怪兽地图呀。